个传龙哥哥的衫，好好我会传，吼、哦，啊，袂用让厝内底的人知影，好好我袂讲，嘿，好，好我随来，吼、哦，好待会见，谢谢吼、哦。哎，你要给我惊死哦！妈咪，黑相，什么大师？什么龙哥哥的啥？什么代志袂当让出来对人知影？你嘛也袂讲哦！我跟什么人讲话，我会给你报备。哎，等下，哪能你很有自信的告诉我啊？你要去倒？啊，大人的代志，你囡仔人莫管啦，我要袂服啊！无时间甲莹莹练笑话啊，爱赶紧准备龙哥哥的衫，啊，搁爱准备钱呢。妈咪怪怪，绝对有鬼。目睭起起，今麦是上重要的关头。你看，起起来。什么啊？这戏女吴春香啊，我的翁婿蔡良，龙哥哥哦，伊失踪啊，伊今麦人伫咧倒，你会用甲伊带倒转来无？拜托嘞，拜托，拜托。什么意思啊？恁翁长咧受苦，不需要请搁啊侪天兵天将来救伊。啊，大师啊，你头拄仔毋是讲你已经请十二团啊，啊，搁无够哦。虽然已经十二团的天兵，但是小鬼搁啊侪，不需要请搁啊侪团的天兵，才有法度来救。啊，若无恁翁救袂转来啊。啊，救袂转。芳。哦、我的面头前一片乌暗，我什么拢看无啦。嗯，龙哥哥，你搬落去山坎，啊，迄山坎边啊是一片树林，啊，即马阁无啥物日头，风太阁伫要来啊。对，你的眼睛哦，一定是一片乌暗，啥物拢看无。龙哥哥，我出乖。哥，你来讲啥？你讲我清楚好不好？我叫光头的去，甲你找你第一道，你甲我讲。龙哥哥，林安暂时离开我身上啊，啊，不过伊的气息足虚弱的，状况非常的危急啊。那安尼要安怎？我肯定是旁边在叫啦。是吗？哎呦，别管遐济啦。赶紧去啦！大姐，哎呦喂呀，哎呦哎呦，怕你玩错无啊？小阿妹呢？